Ladies and gentlemen， 号称南部总冠军 ，Open the door。耶！欢迎！哦耶！Pub 比赛中崭露头角的康康，今天会秀出什么样的自编歌曲，让现场充满欢笑呢？恭喜啊，宪哥！哎呦，康哥，哎，欧弟，哎呀，恭喜！哎呀呀呀！这个康哥好。开新节目啊，最快乐就看到一堆老兄弟大家都来，是是是是，对不对？然后你怎么变南霸天呢？南霸天是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啊。你在 pub， 你在北部唱，没有，以前是在南部，你在高雄啊。对啊，你忘了吗？哦，高雄，高雄蓝色狂想啊，哎呦，侏罗纪公园啊，还有那个侏罗纪是最适合你唱，对啊，对，在 pub 里面演唱啊，你算是前辈级的，有没有？他后来到北部来唱也是不得了啊。对啊，我看你那有一次被四十几个包围，对，那次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怎样？好想知道哦，康哥，哇。他是被包围完之后才打电话给我，对对对，已经结束了。对，你应该就是当场就说，哎，我能不能打电话联系一下，我请他来处理一下。我怕是我被打得更惨。没有，宪哥，因为康哥讲话比较慢吧。对啊，宪哥，我现在被四十几个，我讲话有这样吗？以前比较慢，现在有比较快一点。我讲话哪里有这样？有啊。有啊，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没有，就是在唱歌，刚好有一个朋友拿那个 DV， 就是拍我嘛，我就说啊，不能拍啦，有这个版权问题，因为那个是一个餐厅嘛，然后他就不，他的小弟就不高兴，说为什么不能拍？对啊，然后他是说啊，从美国回来就是喜欢你，要拍你，要带回去美国给朋友。说炫耀说啊，我这一次来台湾有看到，就误会了，有误会。对，那时候我以为他们是狗仔嘛。其实我们在外面个性不要太暴，好不好？吃个凉面也跟他打架，你。是你，人家还帮忙买单呢、啊，是你啊，所以是误会啦。不是啦，因为我是听说宪哥在吃凉面，对方问他说，请问要不要微波？啊，不要微波了，假什么凉面呐？我的假阳春面的哦。所以就叫暴走，对不对？别讲啊，对啊，你在 pub 里面都唱什么歌啊？唱很多歌啊，比如说要带动的，对不对？现在 pub 里面了，你如果一口气没带起来的话，整个表演垮掉。啊，我最近有一首歌，就是说今年开始哈，只要是春酒就要唱这首歌，因为我有快乐鸟日子，就是生日嘛。那兵变就是人家当兵，哦，失恋我就要唱这个，对啊，还有舞女。就是一些上班小姐。春酒要哪一首呢？春酒叫做《开门大吉》。哎呀，那直接跟他唱一下好了，好不好？开门大吉，刚好我们节目新节目。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们访问黄国伦那么久都没效果嘛？真的吗？哎哎哎哎！基督徒要懂得原谅。好了，开门大吉，开门大吉，来 ，go go go go。在心请入来，啊富贵年年啊，大家大进财啊，啊笑笑来开门，就在心请入来，啊富贵年年啊，大家大进财啊，天公作啊，请你入来保庇哦，三顿好你来照顾，大摊细摊拢做好，百家在心下，家住吉利家财富，每家生意上难滚，大家一摊钱日日出哦，吃菜头，每家拢有好菜头。大家生意真正好，有钱老朋友，高朋满座，老弱各所归，归到堆，不叹几面来生哦。啊，笑笑来开门，总裁请请入来，富贵年年啊，大家大进财，我来笑笑来开门，总裁请请入来，啊，富贵年年啊，大家大进财啊，笑笑来开门，总裁请请入来。请请你来，富贵来你你啊，大家大进财，啊笑笑来开门，就再请请你来，富贵你你啊，大家大进财，笑笑来开门，就再请请你来，富贵你。
实在是这么来富贵一年大家大精彩我们看就是来开门实在是这么来富贵一年大家大精彩好哎、欸！哎呦，好厉害、哦！这个气不够强，还没有办法唱这首歌。